女孩所组成的芭比团队，因为呢，好，他们都对跳舞有一致的热情啊，从这个舞蹈里面，好，更坚定了好他们的团队中的友谊与默契啦。那他们今天好将会展现什么样的魅力呢？那马上让我们掌声欢迎芭比女孩。然后那个，我们也请那个 SoBeat 啊，下一组这个表演团体，好，一定要集合喽，好，帮我们到棚子那边 SoBeat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好看的表演。